说。饼干饼干圆圆，我最喜欢吃饼干。饼干饼干甜甜，我会自己做饼干。嘿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一起来做饼干吧！来，把袖子挽起来，搓一搓，捏一捏，啪啪啪！饼干饼干变又变，饼干饼干圆圆，我最喜欢吃饼干。谁会和我们一起做美食呢？小厨师娃娃今年6岁，小厨师哲哲今年5岁，小厨师牛牛今年5岁，小厨师果果今年6岁。啊，欢迎我们的小厨师们！哎，小厨师们，今天啊，我们要自制水果酸奶，高不高兴啊？那在做美食之前，我们要怎么做呀？洗手。好，一起来洗手吧。洗手力。摸摸肥皂洗小手，看谁泡泡多又多，搓搓搓又搓搓，小手变得很干净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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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，洗完之后别忘记关掉水龙头。哎，在做这个水果酸奶之前，我想问问小厨师们，你们喜欢吃水果吗？喜欢。都喜欢吃哪些水果呢？一个一个告诉我。牛牛，我喜欢吃香蕉、草莓、西瓜。哦，香蕉、草莓和西瓜。那哲哲呢？我喜欢吃猕猴桃、香蕉、草莓、橙子还有火龙果。啊，火龙果啊。那这边呢？果果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我喜欢吃火蜜果。哇，我还头一回听说火蜜果。什么水果都爱吃啊，真好。很多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水果，水果呢大部分都是酸酸甜甜的，非常好吃，而且呢水果还非常的有营养，对我们的皮肤很好，是不是啊？我很白的。哦，那是不是因为经常吃水果的缘故？啊，那说到了这个水果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一种叫切水果的游戏？切水果，假设漫天飞舞的各种各样的水果，正式来切水果了啊！首先，我们来看一看第一种水果，拿起来，猕猴桃，猕猴桃，
餐刀先生来帮忙了。我们先把这个猕猴桃的这一边头给切掉，要切下来。同样的方法，把另一端这个头也切下来，用勺背呢扣进去，沿着这个猕猴桃的轮廓，然后转一圈，转一圈。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得到一颗完整的猕猴桃的果肉。接下来呢，用餐刀把它切成小块。切好的小块都放进这个小碗里啊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拿起这个了，香蕉。哎，那我听说娃娃会跳这个香蕉舞，是不是？对，香蕉舞。给我们表演一个好不好？哎，我们跟着娃娃一起来跳，对，开始。banana piu piu banana piu banana piu piu banana p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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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iu。咚咚咚咚，这个是什么呢？哎，我们先来看看它像什么。香蕉。像香蕉。哎，所以呢，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香蕉神器。那这个香蕉神器是怎么做呢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把这个香蕉叉叉叉叉叉叉，好不好？白开，没错。脱掉，脱掉，睡觉啦。对，香蕉要睡觉了，所以要脱外衣。一根完整的香蕉肉，剥完的香蕉皮，记住了，一定要扔进垃圾桶里啊！如果随地乱扔的话，小朋友是很容易摔倒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把它扔进垃圾桶里。好了，好，对准香蕉，哇！把香蕉肉放进这个盒子里。哎，我知道有一种水果啊，小朋友们特别喜欢，它是红颜色的。草莓，草莓。对了，就是草莓。哎，张开我们的手，像不像鳄鱼的嘴巴？哇哇哇哇哇哇！好，捏住草莓的两端，轻轻的往下切下去。好，我们把草莓打开看一下。很漂亮，对不对？放进这个盒子里。最后要用到的这种水果呢？啊，没错，香香的芒果。我们先来闻一下，好不好？把它切成十字形状。好，切好的芒果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往外一掰，哇，怎么样？我们看到这个芒果的果肉是不是都露出来了呀？这样呢，我们就可以用手呢，直接给它摘下来，小红果这样。好，水果都有了，但是酸奶在哪儿呢？别着急，接下来就请绿泡泡带着我们的小厨师们去智慧树农庄做酸奶。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正式的来制作酸奶了。我们看在旁边呢，有一盆已经做好的酸奶。我们现在比较常用的方法呢，是用一点做好的酸奶和这个牛奶混合在一起，大概是1:5的比例，也就是说一份酸奶呢要放5份的牛奶啊。好，绿泡泡先来，哎，把这里面放上几勺酸奶。好，大概放4-5勺的样子就可以了啊。好，放完酸奶之后呢，哎，我们只要把这个牛奶倒进去就可以了。当然了，我们现在的这些牛奶都是经过高温消毒的。哇，好，不要浪费。好，慢一点，来，不要浪费。好的，倒完之后呢，我们要把它搅拌均匀啊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们把它们充分的搅拌均匀，这样的话呢，我们的这个牛奶和酸奶啊，就完全混合在一起，并且是均匀的混合在一起了。好，现在呢，可以把这个酸奶放到酸奶机里发酵，8个小时之后，酸奶就做好了。
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等待，我们新鲜的酸奶终于是制作出炉了。哎呀，小朋友们太棒了，为自己鼓鼓掌。好，接下来拿着你们的酸奶去找我们的红果果大厨师吧。好，小厨师们非常棒，自己呢都做了非常美味的酸奶，还给我带了一些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把这个酸奶呢打开，打开。好，把它先倒进碗里。然后呢，用勺子把我们喜欢吃的水果放进去。用勺子给它们搅拌一下。好吃。好，我们的自制水果酸奶大功告成，想不想吃啊？想。别着急，在吃它之前我们要做什么呀？收拾桌子。擦擦桌子，洗洗盘子，啦啦啦啦啦啦啦，刷刷杯子，整理整理，养成好习惯，小朋友们都自制水果酸奶，你们都学会了吗？让我们再来做一遍吧。第一步，将各种水果切块准备。第二步，自制发酵酸奶。第三步，将水果和酸奶混合搅拌均匀。这样，自制水果酸奶就做好了。快来一起分享吧。在出现，不费吹灰之力。左手到右手，只需吹一口气。我爱变魔术，变出神秘礼物。乌拉乌拉 Q！ 哇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！好神奇啊！乌拉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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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拉啦啦乌拉乌拉 Q！ 一副扑克牌。放逐又逃脱，你看不出奥秘。我爱变魔术，变出神秘礼物。乌拉乌拉 Q！ 哇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！好神奇呀、啊！乌拉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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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乌拉啦啦乌拉乌拉 Q！哎呀，我正在研究魔法呢。啊，魔法？什么魔法呀？哎呀，小古董，你不知道，这个可是一本神奇的魔法书。只要对它说出咒语，它就会展现出无穷的魔力。小不动用一下吗？那可不行，我正在研究呢。绿泡泡，让小不动用一下嘛。啊，行行行，你来试一试。好的。哎呀。乌拉乌拉 Q， 小不动要变漂亮裙子。怎么没有成功呀？哎呀，小乌冬，可能是你的魔力还不够吧？可能要大魔术师才能够激发他的魔力。那绿泡泡，你给小乌冬变一个吧。这个嘛，现在还是不行啊。这样吧，一会儿我就来给你表演一个非常神奇的魔术。
来到魔法世界。小嘉宾何成远今年8岁，小嘉宾李宇哥今年6岁。欢迎，欢迎，咕噜咕噜，绿泡泡大魔术师今天要给我们表演什么神奇的魔术呢？哎，小吴东，今天呢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魔术，这个魔术啊是心灵感应的魔术。刚才我也说了啊，这本书呢就是我的魔法书，这本书呢拥有神奇的魔力。那么今天不相信，不相信，哎呀，在我绿泡泡大魔术师的身上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我告诉你啊，哎，今天这个魔术呢，就用这本书给你们变。好，你们变。大家的面前呢，都有几张扑克牌，对不对啊？现在我首先请小朋友还有小咕咚，随意的发给我几张牌，想发几张都可以啊。好，哎，好，有的小朋友给了我3张，有的小朋友给了我1张，小咕咚给2张，给2张啊，1、2、3啊，你们是1、2、3组合。好，然后呢，我要把牌放在书的下面，然后呢，我要感应一下。这个书现在有话跟我说。Oh no！ 他告诉我了一个数字，让我翻到其中的一页，说那里面呢会有传达给我的信息。哎，啊，翻到这一页的时候，我感受到了他传递给我的信息。这本书告诉我，让我把这一页其中的一角给窝起来，然后把书合上。嗯，好。刚才大家给了我几张牌，现在我首先把这个书拿起来，我们翻开第一张牌，我们来看一看这张牌是几，好不好？好。电视机前小朋友也看好了，1、2、3，是几呢？8。哦，红桃8。哎，大家说了，这个啥什么意思？和我们的魔术有什么关系呢？啊、这样吧，我们再翻开刚才我们做有记号的那一页来看一看啊。嗯，哎，啊，怎么了？请大家仔细看这个页码，是第几页呢？第8页。哇，怎么样？这就是我的心灵感应啊！太神奇了！啊，神奇的大家都已经忘了为我鼓掌。啊，好神奇啊！哎呀，哇，这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心灵感应的魔术，小朋友们想不想学？啊，想学这个魔术呢，我们还是先请出我们的好朋友魔香乌拉拉，让他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。好，小朋友们，让我们一起说魔香魔香乌拉拉。我是魔香乌拉拉，我有神奇的魔法，材料都在这里啦，注意大眼睛看好啦。今天变魔术所需要的材料是书和扑克牌。好的，现在呢，我来教大家变这个神奇的魔术啊！请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呢，准备好我们的材料啊，随便拿出一本书，还有几张扑克牌就可以了。这个书呢和扑克牌都是正常的，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哦，不过啊，在书的背面，哦，事先我已经放了一张牌。哦。其实是先把它们给对照起来，然后啊再来揭秘，就显得非常神奇啊。来，我们来问问小云儿小朋友，你要选择的是几呢？6。那你应该翻到第几页？第6页。好，可以了。那洋洋呢？我就选我的幸运数字9。幸运数字？哎，这也是我的幸运数字啊。为什么你的幸运数字是9呢？因为我是射手座。哦，哎呀，说到星座，我还真不太懂啊，宝宝。那我们洋洋小朋友选的是9啊，那你应该翻到第几页呢？第9页。好，可以了啊。我们先把你选好的那张牌藏在后面，藏在书的后面。
这是我们提前做好的准备啊。哎，然后呢，拿出一摞牌，小朋友可以自己啊，给自己随便的发几张牌，发几张都可以啊。当然了，我们给别人变的时候呢，可以请我们的观众啊。哎，我来。好，我来，一二，想发几张都可以，四张，随意啊，四张。然后呢，好，那我把这四张牌呢放在书的下面，但是，小朋友们看，这个时候书的下面其实已经。早就放了一张牌了啊！对，即便你给我再多的牌，第一张牌是不变的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就要来翻书了。哎呀，假装啊，我这有点思明显了，没有什么感觉到这个信息的传递啊。哎，翻到第八页的时候，可以吗？然后翻到第八页的时候，哎，好像这本书告诉我这一页有点与众不同。好，翻到那一页之后，在底下折一个角，折一下，做一个小小的记号。我们的小朋友刚才有的选择的是六，有的选择的是九。啊，小咕咚选择的是几？小咕咚选择的是七。哎，你们四个人六七八九。哎，对呀，红果果。巧合吗？这是。我们就是六七八九组合啊，你们是一二三组合，六七八九组合，一二三，六七八九组合。翻到了。好。翻到之后做了记号，把书合上啊。哎，我们把书拿开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面前有几张牌，我们随意的把第一张牌吧翻起来看一看是几呢？哎，没错，我的就是八，小圆圆的是六，洋洋小朋友的是九，哎，小咕咚，你的数字七呢？哎，真的。现在呢，我们把扑克牌放下，然后呢，打开我们的书，找到做有记号的那一页。哎呀，第八页！哇，小朋友找到你们那一页。好厉害！鼓掌！太棒了！小朋友们太棒了，今天的魔术学会了，为自己拍拍手。为自己加加油，嘿嘿嘿，大家一起拍拍手，一起加加油。挥一挥双手，拍一拍肩膀，和我一起快乐游戏指挥数。眨一眨眼睛，转一个圈圈，和我一起来吧指挥数。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，指挥宝宝就是我。现在就请你跟着我出发，指挥乐园，马上就到。